在宜兰县的头城这边举办了一场国际级的冲浪大赛，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，像是日本、菲律宾的好手，总共有178人。而在这边也吸引了好多游客来看看他们的精彩绝技。漂亮的起程动作，来个空中旋转，越过无数的浪花。炎炎夏日来到海边冲浪，也成了消暑的热门运动。宜兰县头城外澳海滩举办了一场国际级的冲浪大赛，聚集来自世界各地，包括日本、巴西、菲律宾，一共178名的冲浪好手。虽然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宜兰的平均风力来到5级，阵风也有7到8级，不过对于冲浪选手来说算是不错的条件。沉在浪的感觉很棒，很舒服，对，很有成就感，很好玩，刺激。活动现场挤满了人潮，除了角逐冠军之外，阳光沙滩、帅哥辣妹，还有冲浪的挑战性与刺激感，也是吸引那么多人前来体验的魅力之一。